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导兄弟姊妹，大家晚高早。现在去和咱三个做伙来看诗篇119篇第96节。我看万事尽拢有限，独独你的命令极其宽阔。人人拢想要有能力，这是咱的本性。对人类的起初，亚当甲夏娃，因就是希望会当参照上帝同款，所以这只神恶的规矩。人类不断地追求着更加大的能力，提升着咱的技能，会当做更加大的事。我相信这拢是作主人。但是有当时你有想到无？人更加矮，就参像啥物？就是超人、钢铁人这款的。上帝造人的时阵，无将人造成最超人。将来上帝就将无将这款的能力甲智慧，予咱会当来想要做一切的代志。有当时咱为着咱家己无能力来感觉到悲哀。虽然每一个人，咱拢知影咱有咱的长处，嘛咱有短处，但是常常咱用着力不从心来做咱的借口。有一个人就讲啊，我未晓，然后伊啥物都拢总袂做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就算讲你无到上台来演讲来唱歌，你咪当坐伫台下做观众，敢唔是？虽讲你无法度伫教会中间的第一线来参与服侍，但是你会当做背后上重要、上时是上少人要做迄个代祷的勇士。其实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生活，伫教会内面，咱会当拍电话，会当探访，会当通过着咱的笑容来关怀着对方。鼓励着对方，甚至在教会中间，嘛有兄弟姊妹真好主家，用着食物来安慰足济人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分享上帝在咱生活中间的经历，只要你若愿意，你会当做的代志，其实是足济。我就想到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，你若看伊传记的时阵，有一段时期，伊阿哩学音乐。但是因为伊常常拍拢总唔对，和其他甲伊做伙演奏的人非常的无奈。虽然伊是一个真出色的科学家，但是的确伊唔是一个真好的音乐家。唔过伊伫音乐的部分，伊也无欠缺，伊也无欠缺，伊反倒当伊嘛认真的练习。虽然无到成就伊伫科学顶面的成就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就会当看见上帝伫咱达人身上有无相像的计划。要通过着伊的话语，通过着伊，和咱结连三个做伙，将着咱有限的能力，会当来发挥，并且结连完成着伊所要爱咱完成的使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的有限，拢是伫上帝眼中来看是有路用的。你愿意将你的能力、你的恩赐、才能奉献出来，和主使用，甲咱三个做伙来结连无？阿头来祈祷。特别感谢你，是阮无法度真做超人，阮无法度做任何所有阮想要做的代志，但是阮会当甲阮兄弟姊妹结连，完成你所要爱阮的大使命。愿主继续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认定接受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挑战甲训练，和阮会当应跟你的名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甲你的一家。